九俱焚灭。我会泯灭过去的心魂与人性，成为为了复回幽界而生的恶魔厉鬼。我善用的乃是魔道邪法，个性喜怒无常。死灭之咒，区区蝼蚁。玄月，时轮仍在运转，我们又再见了。哼，为魔界炼狱，我见得多了，你再回味一次也无妨。我不想再让轮回洗涤我的记忆，我要记住他，找回他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冰离的一言一行，我都牢记于心。禁法也好，邪法也罢，挡我者死。